到底要穿哪一件好啊？烦哦！啊，叫 AI 出来帮我好了。这里有什么需要为你协助的吗？我要跟海斗出去约会，赶快帮我选一套衣服。推荐你搭配一套适合外出休闲性感的甜美女团风。哦，好，我知道了。哦，分数平平，你这真是非常自由奔放的打扮。啊，我来不及了，这车要走了啦！不行啊，穿这样子遇到海鸥怎么办？哎呀！温馨提醒：距离垃圾车离开时间只剩下3分钟。不行啊，我不能穿这样啊，遇到海鸥的话。如果您一定要换装的话，这里推荐适合活动简单的可爱风时装。这真是一个好主意。完美的时尚穿搭，就算手上拿了垃圾袋也不失协调感。不过垃圾车已经在10分钟前离开了。啊，好像快下雨了，没有带伞。没事，人一路走，我带袖子的。还有，没有光的世界把洛克变成动人的那美妙声音。根据目前的情况，能够打扮海妖做人鱼公主，你必须打扮成人鱼公主的样子。好，海域摇一，海之音室。那我今天要来给大家展示一个人鱼主题的妆容。那我特别准备了像这种 bling bling 的水蓝色亮片，加上这个贴在脸上，眼影是用橘色系的，这是狗狗盘，然后还准备了蓝色的高光。那其实我今天已经上好基础的妆容了，所以我们只需要在基础的妆容上再多加一点点缀，它就可以成为人鱼妆容喽。我们先用这个橘色。混合一点这个颜色，不然它会颜色会太多。因为今天的妆容我是以蓝色为基底出发，所以不能有太多其余的颜色，整个妆会看起来脏脏。加在眼尾的位置，晕染到前面，是为了要让眼睛的距离看起来可以不要这么的近。再来是下眼影。也用橘色晕染一点，那眼影的部分我们要拿一个这种比较粗一点拿来上打亮的刷具，然后晕染一点腮红下面的颜色在我们眼睛下面的地方。妆容变得比较可爱，鼻头上也可以加一点。人中上也可以加一点。还有下巴，我们可以开始来用蓝色的打亮晕染。再来是重头戏。这个要打在卧蚕，还有眼头中间，还有眼睛中间的地方。记
对，然后点在中间就好，因为如果你涂一整片的话，就会变得很奇怪，会变得很塌。一点点在眼睛的中央。接下来是仙子毛，上下睫毛的部分，我这一次选的是这种比较粗梗的。仙子毛粘法是我会把睫毛胶就是直接涂在，这是最后一根了，把它一样贴在睫毛上面。眼尾可以贴出去一点点，因为这样眼睛会看起来比较长。压完之后就是喵喵。然后因为今天的整个眼妆的颜色都比较重，所以唇妆我就选择了一个比较带土色系的裸肤色。然后再上一点这个亮亮的唇泥，在嘴巴中间，这个千万不要整片涂，就涂中间就好。我们来听下睫毛，我今天准备的是这种比较自然款，然后是一整副。然后要记得不要离下面的眼角太近，要稍微往下贴一点点，这样才有放大眼睛的效果。我现在要让自己从人族变成鱼族，所以我要在脸上粘鳞片。好，我们要粘在脸上，再粘一个在眼睛上。具质感及华丽，仿佛人鱼公主般的闪亮动人，一定可以带给你赢得战斗的力量。以闪亮之名是一款高自由度的时尚生活手游，可以随心所欲的选择符合自己喜好及装扮，自由的调整角色脸蛋以及身材，超细致的捏脸系统，不论是选择脸型、下巴或鼻子，都可以非常细微的做调整，一起亲手打造出自己喜欢的女儿。现在登入签到，还立即送免费连抽哦！哇，这个捏脸系统也太可爱了吧，居然可以调这么细致哎！这个捏脸系统可以调全部，妆容也可以改变，太酷了吧！我来试看看，看她的身体，居然还可以调成身高，那我们要调到最高，然后最瘦。然后头最小，好吧，这样好像有点太瘦了。也可以调腿的长度耶，还有大腿宽度，也太细致了吧！哇，这样还可以建造自己的家耶。我想要一个可爱的床，好 Q 哦。我要让他的床在庭院，对，他要在外面露天的，然后再放一个小花圈，小花圈放这边好了，好可爱哦，好可爱哦，这样放哪里比较好？温馨提醒，公主是不是忘了与海妖的约战呢？粉色珍珠饮料，哎，不对啊，我这样变身，
我想粘一个在眼睛的下面。我操！哇，马上变成三八字，三八啊，对。我刚拿。